人多力量大。哎，大力士叔叔力气真大，运这么多米。那肯定很重，我们去帮忙吧。大力士叔叔，我们来帮你吧。不用，我力气大，我一个人就行。我们一起吧，人多力量大嘛。不用，谢谢孩子们。不好了，有只小鲸鱼被困在沙滩上了。我们快去看看吧。小鲸鱼好可怜。我力气大，我来救小鲸鱼。鲸是一种生活在海里的动物，不能离开水太长时间，我们也会叫它们鲸鱼。鲸小时候吃鲸妈妈的奶，长大后会自己寻找食物。大力士叔叔，我们一起把小鲸鱼送回大海吧。不用，我力气大，我一个人就行。这样不行，沙土会弄伤小鲸鱼的皮肤的。这可怎么办呀？那我把它抱回海里。叔叔，鲸鱼很重，您要注意安全哦。放心吧。太厉害啦。我的脚嵌进沙里，走不了路了。这下怎么办呀？有了。我们可以用板车把小鲸鱼送回大海。大力士叔叔，您可以把小鲸鱼抱上来吗？没问题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推车吧。好，人多力量大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就行。不好，车轮也陷进沙里了。车轮要在平整的地面上才能前进。那边有一些木板，我们去把它拿过来垫在车轮下。现在应该可以了。大力士叔叔，注意安全哦。好的。叔叔加油，叔叔加油。小鲸鱼，下次出来玩要注意安全哦。娃娃们，多亏了你们想到这么巧妙的办法，看来做事光有力气是不行的，还要靠智慧的力量啊。大力士叔叔，也幸亏有您在，我们才能成功。对，人多力量大。注意安全。小文，等等我。八斗，走路要注意安全哦。如果别人差点受伤，我们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